毛蛋毛蛋真好吃，吃了毛蛋补蛋蛋。哇呜呼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巴，这是过气天后三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丽的三三。不要脸，这是过气天后。今天这视频要干什么呢？就是我今天来找三三玩嘛。然后我在他家里面发现一个非常可怕，其实真是 amazing， 就是好重口味，你知道吗？就在他家发现一个。就是这一个，想打开他家冰箱看一下什么吃的，就他是说吃这一个，然后我一看，这个是这里写着活珠子，对家，这里写着活珠子是什么来着？介绍一下，是毛蛋腐毛蛋，是毛蛋腐毛蛋，是毛蛋腐毛蛋，看那个功效，就是那个毛蛋，就是之前我一直在网上都看到很多人吃毛蛋，都说什么吃住小鸡爪，都有那种羽毛，然后还有那种。鸡的那种毛，我觉得好恶心，我从来没有吃过毛蛋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你家发现这个，请你好好解释一下。大家都知道毛蛋它是属于胚胎类的，吃胚胎补胚胎，吃毛蛋呢我就可以滋补一下，我就特别喜欢吃，就那种大大大的东西，好可怕。这个毛蛋就是那种生，就是还没有出生，但是已经在孵化过程中的鸡蛋了耶。但这个很好吃耶，这样子跟吃一个辅食有什么区别？而且它还要喝汁哦，它每次吃完要。没有。喝汁喝完就特别的吓人，整个受到很大的。塞嘴里吼。这个的话就是你吃它，因为我买的都是那种就是半毛，是没有什么毛的，也看不到什么小鸡爪、鸡头啊，是这些。吃它就是那种又是鸡蛋的味道，加上鸡肉的味道混合到一起的味道，而且里面还有鸡汤。但我每次不怎么喝那个鸡汤，大家都叫我是大喝汤的一个。好恶心哦，鸡汤就很像一种湿水啊，湿体那些腐烂掉的水。让你三姐来替你先尝一尝啊！果然年纪大的人就是表演。干嘛？好暴力，还打人家胸，就因为你的胸比大。那要请给人家看一下，它这样子是跟普通的鸡蛋没什么区别的。我来，大家。哇，流汤了耶！里面还有小段肠子，我看有点恶心，把它丢掉。啊！好恶心啊！这个有点恶心了。有个东西掉到我身上，要蘸点蘸料啦。你们就是吃它的时候有点害怕，可以把那个毛摘一摘，摘完之后它就是蘸料，像蛋黄。然后当你吃它的时候，里面是带有鸡肉味的蛋黄，它里面有鸡汤来着。但是我一打开，就立刻就洒掉了。但是我也平时不怎么喝这个鸡汤，我不要听大家讲，我从来没有喝过那个鸡汤。但是你又要尝一尝，你让记住它好恶心哦！我没有那么胆大。现在打一个这个六婆辣椒面，撒点蘸料会更好吃啊。这个用油煎一下也会很好吃的，但是煎起来太麻烦了。哎呀，好了。好吃的有，很补的。我双眼皮贴都下掉了。我从小就爱吃这个，油炸的这个好好吃的，就是蛋黄里面有鸡肉味啊，然后这个蛋清有鸡肉味啊，就是蛋清，好吃的。好可怕哦！见吃那个吃什么补什么，看是不是变大了呢？有效果。对 A 不要。现在就是终于轮到我尝试了。我要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，是小蛋不小蛋。人家又不小。好臭啊！哪里啊？我有点反胃。把它吃掉，把它吃掉。那个感觉很好哎。哇！吃糖了。哦、我真的想吐，我胃好不舒服、哦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啊，这种是最好吃的了。啊，好硬哦。因为那个蛋清软硬，你试一下蛋黄就好吃。有点像豆腐干。有点像。好像还挺不错的。它这里这个鸡的身体我不敢吃，还有毛呢。可以把毛摘掉了。啊！我看到啊。我看到鸡头了，你们看啊！然后你吃，我饱了。吃一下它里面的肉，一言难尽的味道。邪恶女巫，哎，邪恶女巫啥啥？在这个火珠子，也就是毛蛋，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。然后口感的话，真的很像豆腐干那种口感。特别有嚼劲，就硬硬的。鸡生完蛋之后，有专门的那种，就
就是机器孵蛋机器孵到28天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拿出来卖或者拿出来煮。但是我来北京后除了豆汁以外觉得最可怕的一样东西，但是我觉得这两样比起来的话还是那个豆汁比较可怕。你喜欢喝豆汁的话你直接去那个你家马桶那里舀一勺水起来喝吧，那个其实跟豆汁的味道差不多。马桶水应该都要比豆汁我觉得马桶水可能都没什么味道，那豆汁又酸方圆十里内都觉得毛蛋毛蛋真好吃，吃了毛蛋补蛋蛋。我们看一下谁的蛋比较大呢？你赢了。等一下，我第一次吃毛蛋的视频到这里差不多了。我觉得毛蛋真的没有那么可怕吧，就真的味道还是有点怪怪的，但是真的比想象中好太多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评论里臭一位美少女送蛋蛋一颗一颗哦，你评论以后我们就抽一个送你一颗，让你也有蛋蛋。记得要喝鸡汤哦，记得要喝鸡汤哦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别忘了给我一条龙服务，一条龙的服务。然后我们下个视频，大家还有多多订我的频道，还有他的频道，我们两个频道。我是谁呢？我是谁？草莓阿三，草莓阿三，大发，请订阅我们两个频道。我们两个现在都已经过气到不行了，我们要垂死挣扎。现在多多订我的频道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